这小子果然又偷偷登录游戏。一般的函数 y 等于 a 的 x 次方叫做指数函数，其中 x 是自变量，函数的定义域是2。老实交代，你今天玩了多久游戏？啊，我没玩，一直在学习呢。那这上面怎么有你的登录记录？啊，那是我不小心点的。不信你自己看对局记录，一局都没打。你真要一局没打，我就把这手机吃。爸，我就说我没打。诗儿，老爸一直都是相信你没打的。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是看到孩子们登录游戏却无对局啊？也就是说，他们登录了游戏没有玩，只是刚看。他们肯定知道我们有游戏小号，加他们好友，跟我们玩狼来了的把戏，一次两次三次都觉得他们没玩，这样他们第四次上线我们可能就大意了。嗯，那我们更应该加强对孩子们的监控。服务员，不管你搞什么花样，骑士肯定最清楚。你和洋洋的密谋已经被我识破了，老实交代。密谋，演技挺好啊。说吧，你们准备怎么偷玩游戏？杨叔，玩笑了，我很久没玩游戏了。不玩了？不是游戏，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花样？玩着玩着，不知道是自己的原因还是玩腻了，某一天突然就觉得没意思了。我不能理解，让我无法相信，就好像你们长辈的更年期来了一样。这么说，洋洋来找你只是来唠日常？也不全是，有家新开的网吧，他邀请我一起去。哦，我记得你以前是很讲兄弟义气的，加钱也不会出卖洋洋。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。杨叔，人总会长大，以前觉得那是兄弟义气，现在觉得是在害他。拥着你，当初温馨在涌现。你觉得他说的是真是假？多半是假的。他透露新开网吧的位置，这是洋洋办卡网吧的位置，这两个网吧位置南辕北辙，我觉得他们这是调虎离山之计。说是去了新网吧，实则是去了老网吧。炸！爸，不对，这小子不会预判了我的预判，真去新开的网吧了吧？洋洋，别躲了。你好，请帮帮忙，你走到最里面随便找上空机位。洋洋太狡猾。不过咱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，进网吧我们知道以后，洋洋无处可去，只能重启游戏基地。没错，不到最后可输赢都没有定论。兄弟们，游戏基地集合。新游戏基地吗？还是被我找到。我在他手机壳里装了定位芯片。洋洋，看你这次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炸！洋洋呢？不知道，我们是朋友，他下来让我们过来，看我们打了一会儿游戏，自己就走了。我们也纳闷，陪玩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身边玩游戏的朋友少了，玩游戏频次也少，游戏列表里好友的头像都沉寂了，可能很久才会展示一次。反正大家都在忙，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，但确实都越来越忙了。这么说，你俩在奶茶店？这样能领一张优惠券，点奶茶更便宜。让他领优惠券下单，没偷玩游戏。我踏入社会这两年，就再也没有了跟杨哥一起偷玩游戏的那段日子，可能是我人生里我是一个卷王最悠闲快乐的时光。这么说，洋洋去网吧不是为了打游戏，更多是感怀。重启游戏基地也是如此。这么说，你们复仇者联盟？兄弟们，游戏基地集合。杨哥，我上夜班，我可能很晚才会到。啊，工作为先，工作为先，工作为先，考研为先，搞钱为先，买房买车为先，结婚生子为先。好像到了某一阶段，人生的邀请事突然多了起来，游戏和朋友一下没那么重要。但你们都要经历这一阶段，谁都要经历成长带来的彷徨、迷惘、失落和感。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。是啊，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。不过，孤岛和孤岛之间亦有航道。杨哥，你下班可能时间结束了，咱们你的保镖。好的。炸！杨哥，就等你了，手机也不带，快开黑了。